全民团结捍卫大埔的行动要正式开始。开始，我们要告诉老天爷，今天这个不公不义、残害人民的政府，我们要跟老天爷、跟政府讨回公道。我们的仪式将展开，一拜，风调雨顺；拜，二拜，国泰民安；三拜，家园圆满，礼成。他今天再发一个公文给我。我们这边的房子，要拆的房子是公益路，那个门牌号码是公益路，听好，是公益路956号、958号。他今天再发一个公文给我，发文给我的地方是因为我没有在7月5号以前拆迁屋内的物件，所以自102年7月6号以后，依我们法律要来执行。我念重要的地方是，本案代理行执行标的物，台端苗栗县竹南镇大埔里仁爱路738号屋内的物件，听好位置，大埔里仁爱路738号的屋内物件，我要争取的权益是958号、956号的东西保留，结果他要帮我。杂货店在远1000公尺以外的杂货店赖以为生里面的东西，这是什么政府？强盗政府！强盗政府！强盗政府！这因为我争取权益不可以吗？就要这样整我吗？就要这样针对性的整我吗？那里要把我削掉，好像切蛋糕一样削掉。但是问这房子有4个角都是这个柱子，是一个柱子啊。哎，削掉以后我就变成围楼，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拆过3次了。因为为什么会造成尖角，就是因为你一直退缩，一直退缩，本来房子是在那是平的，一直退缩，退缩变成削的，变成地是尖的，所以才会造成尖角的问题发生。那我们现在说铁皮屋尖角的部分我拆掉，无偿给你，没问题。958的尖角。对，这样尖角给你没问题。但是956这个东西我把它保留，哦，不要让我因为拆过3次了保留下来，这个柱子不要拆。他要变成围楼，这样子他不要，他硬是要拆。所以之前协调的部分就是这两边。对啊，就是这个啊。但是今天的公文的状况，今天公文是要拆仁爱路738号那边杂货店，可以过去那边杂货店800公尺远那个杂货店里面的东西啊。那那边的状况？那边本来不保留的啊。哦，原本就不保留。原来都是保留啦，但是现在原本是要保留的。原来都是保留的，原来都是保留，都可以存在的，可以在那边做生意的。可是今天画的公文是我里面杂货店的生意要那个东西要把我搬走。他想要写公益路，可是他写成仁爱路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他的话可以信吗？那我这问题是你这样的话，那边下面执行的单位，他是你是拆人，你说你告诉我执行的时候会说你是仁爱路738的东西啊？对啊，所以他话可以信吗？对，所以他们执行会执行那边啊，他不会执行这里啊。你是不是要叫他再发一份公文？对啊，对啊，他叫他发一份公文，叫他过来啊。对啊。议员说物质写错。问郭大哥，他说物质啊，写错了。刚才已经确认过他是写错了，写错了。所以这份公文已经失效了。对，所以他下还会再发一个更正这个东西不对的。他问题是下面执行的时候，在心理压力那真的是受不了啊。他怎么可以说是无耻啊？差这么多。对啊，他跟公务员不谨慎啊，所以对人民财产都像不谨慎。太夸张了。不谨慎的时候，你这样过错都做错，然后做错将错就错。他跟我道歉。可是我们的生意都不能恢复了，对啊。他们下面执行一定会执行这里的啊。对啊。所以这个反映一个事实，就是说你政府你做事。对人民的权益要更加的谨慎，不能够草率，你要更谨慎来，每一样东西都要小心的去处理，不能很草率这样做。要草率的话，造成人民心里那种压力，完全是没办法解决的啦。如果说没有人替我们声援的话，那今天会怎么办？我们无力求援呐、啊。我们要再一次强调，4年前我们跟吴敦义院长的协商。是无条件的原屋原地保留农地集中划设，当时内政部营建署充分掌握所有住户的状况，才做成这样的决议。今天
他们为了对付人民，就突然无中生有，伸出四项的前提要件，说你们不符合这四个前提。当初这些前提是吴院长心里想的，没有写出来，但是他心里这样想，所以你们就要猜，我们能接受吗？我们能接受吗？各位朋友，这个案子在三年前本来就已经圆满解决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现在还要圆满解决呢？为什么现在还要开会呢？各位朋友，没有缓不缓拆的问题，本来就不用拆。对，各位朋友，没有再开不开会的问题，只有履行承诺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要求我们的集资院，要求我们的副总统履行承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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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履行承诺。昨天也有记者朋友去问在地的派出所，这一年来我们这个路段有没有发生车祸？派出所回答：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发生任何车祸。这个路口这一年来没有发生车祸，不影响交通。为什么要拆他们的房子？严防啊，那个规定，你要实践它，你要承诺给我，我只有这一个要求而已。剩下哪边？剩下那墙壁角落吧，墙壁那角落剩下0.3平。这是什么款的政府？予伊的人民无厝通住，予伊的人民无土地，予伊的人民逐天活到惊到要死。这是什么款的政府？没必要，没有证。